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废去武士妖女，将其逐出宫外。朕可以不要江山，就算豁出性命，都一定要护你哋周全。到咗此刻，唯有联手，方能自保。只要长孙无忌同你只一城，大唐嘅天下就唾手可得啦。速速集结羽林卫去吴王府。